梁朝伟的古早采访要被笑死，这不就是最早的社恐加糊弄学大师？当中你们的合作，你们有没有计算过是第几次合作？我不懂，听不懂哦。这个有没有什么遗憾呢？在这20多年下来，我没有遗憾。天对我来说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现在能说的自我介绍是超过20个字？不会。不会跟简单来情况吗？我不太清楚。这阵子你去了哪里？然后你做了些什么？没有啊。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跟读者分享？